十日咧，土台東咧，麥葉就有好摘嘅，因为去年代今年初台東嘅温度有黑高，故此一片的麥葉较无大志。农民安算大致差毋多就打兩三成片咧。係講呢摘咪做无趕前，推动天氣嘅麥葉其实呢今年兩點四年，属性都毋好，有农民团体就受骗咧，未来強壓咧属性毋好嘅情形，更怕会接接发生。 冠上天空三百方的麦树，特别是借助村落道路东接的前期，也把条树的长幼建立一辈麦叶。一到麦叶农都偷产干，大个哩长幼量三十三，基本无责嘅假设，系由麦叶农装修费业唔管理。啊，有树有我树都树，无树都好嘅，莫样办？像五十元硬币这大，可是这两年大概有十元硬币这大，已经好偷笑了。这同期，同期太快有六八八四零公顷嘅麦叶。 半帶嬌嫩冇风采，发一大落塘殼，三年三四年冇嘢都數都唔好。农民团体指，因為喺全球暖化影响，喺東南亞嘅温度一兩年平均上升呢一点三度，冇嘢會數唔好，冇天朝會變成接望嘅事情。它的花瓣很很薄，很脆弱，温度太高它直接干掉，然它花蕊没有办法授粉。同样政府希望大 江忠人做了老国乡镇共守定期申报，因政府为老中央政气提前在海救出。本江忠人不系了枪枪，吓死我身边，退了不头。